们在这里，在这里等你。我们不一。OK， 爸爸手机没有电了，给爸爸充下电啊！摩擦起电，擦擦擦，啊？哎，挺管用啊你啊！充电哈。干啥呀？我妈不让我跟你玩，你走吧。我妈不让我跟你玩。怎么训练哈士奇补水的眼石？我今天再拍一个教程啊！你们说我手上哪有菜刀的？你们看一下我菜刀在哪里啊？没菜刀啊，这周围都没有菜刀啊，棍子也没有啊，啥都没有啊，这就一个二哈，一堆食物啊！不是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哎，你要做好，准备好，哎，对，准备好，好，我就扔了。现在，断楼是吧？楼，哎，你看他不吃，然后很多人说，哎，吃的时候怎么办？吃的时候我上次说了，用脚端他一下，不要端太大力就行了。那很多人说我端来不及，端你端快一点可以啊，是吧？好，然后很多人说，那你走开了他就会吃了，走开了他也不可能吃，走开怎么会吃呢？对吧？我走开了他也不吃啊，是吧？他怎么吃啊？他怎么吃啊？吃都吃不到，吃不到了，不要你了。啊，开个玩笑啊，走开一样的不能让他吃啊，你看走开，走开也不能让他吃，你不能吃啊，吃了要吃狗肉的啊，不能吃，吃了要吃狗肉的 ，no。肉汤就是用狗肉炖成的汤，在狗肉汤饭店，所有的狗肉汤都是当天的新鲜肉，一天一炖，没有老汤。哎呀，我的乖乖呀，好好乖乖，这两个都很乖。属于吵闹的。你们不养狗，永远都体会不到狗像你们奔来的这种喜悦，奔偏了。那是奔偏了，往我这边奔，奔偏了，过来，奔偏了，你妈的，奔到我身上来，你们往哪奔呢？啊，这种喜悦你们感觉不到的。没啊，你给我站好了，让你下来了没？错了没？错了没？啊？哈哈呀，我要再提醒你一次，金箍戴上之后你再也不是个凡人，人世间的情欲不能再沾半点。在戴上这个金箍之前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？外面还在下暴雨，早晚落还能
宝宝，在干嘛呢？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呀？怎么那么大个洞啊？啊？你装修的？可以啊。